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暖宝宝代言人摩登兄弟刘宇宁。那天气开始渐渐变暖，但春天气温变化还是比较大的，那早晚呢依旧会很凉，而且有的人呢体质容易四肢冰凉，那这个时候可以用小林暖宝宝给你更持久暖暖的体贴。马上就要到天猫超市女王节了，那小林暖宝宝更加优惠，快来挑选温暖好物吧。